大家好，我是阿芬。上次阿芬去拍了欧发油价的情况，网友们都觉得他们家很可怜，大家都希望阿芬去帮助他们家。因为阿芬的那个视频这几天陆续还有人在看，所以阿芬没有公布具体的上涨金额。直到6月2号24点，已经没有多少人上涨了。截止到6月2号24点，一共给阿芬上涨了22万6894元，我个人未经收到2703元。所以阿芬今天准备把全部的上涨金额拿给我发小家，而且阿姨她也准备做手术了。阿芬会一笔一笔的统计大家的上涨，一共有17000多人上涨过，阿芬到时候都会公开出来给他让大家监督。然后那我们现在准备去联系当地的居委会，让当地的居委会一起监督我，把这笔钱全部给我发小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居委会这边了。大家上涨的钱加上微信的，总共是22万9593元。然后我这里面给他凑个整数，那个23万里面。现在我们麻烦我们这边当地的居委会党委书记一起那个，可以可以，去那个给我发一下他们。好。来，这个蛮大概蛮有劲的。这个是刚才点了一下，23万。这个感谢网友啊哈，给那个我们那个居民那个陈阿芬哈，捐款啊。这个大家听，现在我们已经存好钱出来了啊！这里面是10000万网友给的爱心，希望你能够好好运用这笔钱，给你老婆还有孩子吃点。然后我们一起那个真心的给网友们说感谢，啊，那我们一起感谢大家，真心感谢那个1万多2万网友的那个帮助和援助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，目前能帮到发小他们的也是有设限了。但愿他们一家子往后能够平平安安的。以后如果他们有需要帮助的话，我会尽量的去帮助他们。阿芬在此地和发小衷心的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这次献出这么多爱心，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阿芬的支持。阿芬在这里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。